师，根据咱像咱突然所微信厝内底吼，欢迎大家，即几工同款，拢会当继续来咱像咱这样中来参拜。小丹姐啊，安尼拄坐乱叫阿袂起来，吼、哦，乱叫阿袂起来。好、哦，帮我留出一条路，拜托个吼。非常欢迎像咱这样中，多谢咱像咱志文中吼，咱全体委员，以及嘛要来恭送着咱的志文中来江西红光专家，要来分享安祝，祝咱所有咱的志愿人员平安顺心，阖家大小健康平安。多谢你啦，多谢咱像咱志文中，多谢。在台湾人像阿这样讲，党干事会董事长陈明迈及全体党干事，多谢咱在台湾人新北市北竹乡，是咱王清水王董事长以及咱全体党干事来率团参赞着咱这一次的提案要紧活动。那么，大家就不用党干事再来感谢着咱的北竹乡。祝咱诸位党干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咱北竹乡油火鼎盛，仕途万全。